How's your weekend? Did you go out? 当爱尔兰人们这么问你的时候，他们并不是关心你周末的时候有没有离开你的家，去买菜啊之类的。他们是关心说你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和朋友出去 happy 啊，有没有去喝酒啊、庆祝啊、看电影啊、吃饭之类的。通常都是在指有没有出去喝酒啊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可以说 Oh no, my weekend was quiet.如果你有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的话，你就可以说你去了哪里哪里呀、之类的。那么通常话题就会继续啦。对了，如果一个人和你说 I'm going out with him or I'm going out with someone 的意思是他们正在和他或者某人约会哦。